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差呀，这个也不好啊，形状不好啊，弟弟。东西好。东西哪里好？选一选。都不行，弟弟。这个不行。你那个颜色有的不行。拿着。这个不好看。好看。这个毛病，这个有杂质。真是的。就选好，你看见你打针杆呀，这个不好，你不好。这个不好。好。这个总色太差了，他自己画的。这个不要。好的也没有，来。 宝宝，你们好的了，来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嘛。我看那个。这个不好。这个更不好。这个不要，换个其他的来。我给你改了。哦，你这好多货都坏，我 pass 的。你在卖啥？这里面。那好看又好看又便宜的来。好，干这便宜一点。你给不？你这里转一圈。等一下嘛，我会拆的嘞。 这个不能拿来，不是好大不大。你再说吧，这个不是。这个不要了吗？等一下要嘞，钱我交的给你了呀。这个放给我，自己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女的。一个一个，两个不买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三万五。你老实话少了，你三万多块钱就不要。这个这个我的干嘛？我的干嘛？这个不要弟弟，谢谢。这个吗？你不用打那么高的价钱。你说你多少？你说卖价了。我哈喽哈喽问价，买了哈喽哈喽，我看不到嘞。你说多少？你用谁？ 你多少？签数行吗？你哈喽哈喽，让我说了你好。我明天问一下打电话。今天不给，今天输掉了。你问不问？输掉了。给低了，不想问，你卖多少嘛？一万五。那你刚刚给我要三万块钱干啥？啊？我这签是大风，呼飘来的啊。不是，不是，那你这个要三万？哎呀，你更签啊？签数的东西卖家用谁标多少？不说。 你这个不给我打实价呀？你卖个毛线呀？你卖打痛了，打痛了，打痛了，这下是绝对打痛了，肉痛不痛？我就喜欢用这个打他们，因为他们老是不说实话。哎呀呀呀！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不行吗？这个不卖，我走了，我回家睡觉了。铜么都不卖。啊？铜铜铜托才多少钱？铜托才几十块钱，你铜托不卖，你留着吃。这个我卖不了，大不卖的，我卖不了。你打个卖价，我给你谈谈。 哈喽，你不哈喽，以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货了。哎，我买，你不哈喽，我不看了。我卖的。你都什么都不给我哈喽。我怎么卖？你用谁了？你给我标那么高，一万多东西吗？那个是，这在闹价格。还好我今天吃饱了。你的那个卖给我了，行吗？哦，来谈的。 两单还比较顺利，第三单的话就卡壳了，他不卖。哎，麦豆花那没办法，我不能再加了，直接放弃。你自己考虑一下，想卖的话你拿过来。